及全新赛制，总奖金20万元。如果输给雨乔的话，全台北都输了。掌声鼓励鼓励。奖金挑战赛，爱在翻滚，我爱你。不可以，我只能跟你一下子。你喜欢这个沐浴乳的味道吗？我要从头到脚爱上你。谁能存活？我今天你找我干嘛？约你出来，你也不要多心了、怎么了？其实我是还蛮沉重的，因为这一阵子那个收视率哈不理想。其实也都很努力了，但我是觉得说，光我们两个努力也不行啊，就是队员们需要一些刺激啦 ，money，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。我觉得呢，我们是应该给他们实质的一个刺激啊，用钱才能够鼓舞他们的士气。好了，不然这样子好了啦，啊，当成我15，你5这样子啊，好不好？我35,000，你16,500。好，那就这样决定了。现在欢迎第一组，我们的队员是谁呢？预备，好期待哦 ！Go！ 应该就是我们队员当中第一耶！好哦，好吧，阿雄啊！哇！阿雄啊！我们的老朋友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我这位不用为了你卖命的，没有，他没这么说，是为了我自己，因为早上起来眼皮一直跳。坐在右边的，对，右边，那是坏事哦。然后我去那个庙里面那个问神明，因为神明告诉我说，有可能今天你会被淘汰。啊？对，难看。如果要淘汰，那今天的队员就其他队员应该要很强。哎，难说。还没有。OK， 欢迎第二组嘉宾。你看，我就知道说是谁吧。对呀、啊。好，久违的陈雨乔。哇，好久没来。比较大，来欢迎黄志伟。志伟今天是志在必得啊。对，我觉得他今天蛮有胜算。因为我们最后的优胜会提供这个男女各50,000的奖金。听说男的有奖金。哎，对，女的也有奖金啊。那你说今天比的是巧劲，你找了一个这个也是蛮力跟我差不多的，他这边一个是傻劲的，哪里来巧劲？哎，傻劲也有劲。傻劲，有傻劲，太久没来。对，主办活动志在必得，因为他刚刚突然海岛回家。没错，我希望是水中奖。欢迎第三组来宾，哎呦，好好好，哎呦，这道黄水豆真的好快，对，哎，这道真的很快，哎呦，没有，怎么连这个都这么慢呢？天哪，怎么这么慢呢？怎么那么小？耶，我来了，不得了，今天要加油了，因为今天有淘汰，淘汰赛，淘汰赛，其实我真正担心的是，我会存活下来的 ，OK， 加油加油加油 ，OK， 好，给自己加油，下一组来宾，但这个水道比较慢。哦，谁呀？男生都在那边窝囊。好，男生组是这样，年龄不得了，好久不见了，帅哥，对呀，脑筋又好，体能又好。下一组来宾，哎，你看女生怎么那么慢呢？哇塞，真的耶！好，我要下线又来了。很紧，也是很久，没见到面了。还有我们中华女子摇运，哎，陈景在以前来过，他超强，对，他是唯一可以退鬼墙的，对对对，他体力什么都好，一战成名，他跑得也蛮快的，对呀，姚明不得了，姚明上次表现的一鸣惊人，好，欢迎最后一组来宾啊，欢迎最后两组来宾。陈伟因为一直都在当关主啦，所以也没人知道他真正的实力。只要你他肌肉，我一路上来都在紧张。我今天关卡要讲什么？这样子，他只要脱掉上衣就好了。半夜做噩梦啊！啊，行啊！啊，剪掉忘记讲那一句。他就到那个漫才的剧本还没编好。欢迎最后一组嘉宾。加速度好不了，好快。
觉得那个想要一起下来啊。他要求，我只能照做啊。我也是千百个不愿意。你可以赞助什么不晓得那个。哎，你们两个是其实我跟西西才是荧幕情侣的，各位帅哥，台湾社会是不是病？像三叔这样的，竟然每个美女都喜欢他。我们长那么快要干什么 ？Thank you, thank you。好了，那个现在大家都到齐了，对，要跟大家那个很严肃、很郑重的讲一下，啊，我们这是连续三集的特别计划，是啊，然后三集比下来呢，积分最高呢会诞生一名男生、一名女生，对不对？对，积分最高的刚跟群姐讲好了，啊，男女。10万元奖金！不给小王哥，大特，小王哥，来真的，来真的，但是有奖必有罚嘛。在每一集的这个游戏过程当中，哈，以今天这一集为例，如果积分最低的，表现不好的，对的，其中的一名男生、一名女生，啊，必须要暂时啊告回哦。我就是我吗？你就喜欢，哎，我喜欢可爱型的啦。一年以来，我那个上山下海哈，吃苦耐劳，也无法获得你的青睐。那光这样，好累啊！好累啊！累呀！好累呀！好累，好累。好了，那个严肃的比赛啊，即将正式展开了。好不严肃的开场哦，来跟大家讲一下第一关的规则，好，我们今天要分三组，每一组五个人，然后抽签决定，然后抽到同样颜色的球员是一组。然后呢，因为五个人，我们目前的来宾只有14个人嘛，那我们会队长，你可以抽一个队长，是玉林哥或我，然后进去对台耶。好，那我们来抽签啦。来抽签，那就男女男女交叉抽啦。我跟你讲，这是命。命运安排 ，OK， 好，来阿雄先抽一个，来，请高举你的球，好，红色，来到你身上。Oh my god！ 好惊人啊！陈翔，不要抽红色，你不要抽蓝色。来，红色。我觉得这样不公平，好玩了，这样不公平。完蛋了，红队剩下我的了。红队好坚强哦。不好意思，还有两球红队的机会。这不用比。不用比了，我们下一个。哎，这个很有感觉哦，是一颗。我比较想要蓝呐，来抽快点，蓝呐，几率很小啦，绿的，绿的，来看看裴姐抽到了是什么，蓝色。好，为了公平起见呢，不要说我们作弊，好吧，都是蓝的。好了，现在呢？红队五个到齐，蓝队五个到齐，绿队呢？四个，四个，哎，所以少一个，必须要从我们两个当中呢选出一位。玉林哥，我们请那个三组过来抽好了，因为他是第一个抽到绿队。好，来，红队，红队要跌倒了，最后了。我不能这样，谁想要跟他同一队呀？还拉嘞，好来喽，1、2、3。我好难过的。
规则说明哈，我们一组有五个人啊，你们要选择一个你们认为恰当的人呢，四个人要把它高举好，从这边，然后一二三 ，head show， OK， 杆子掉了就算失败。哎，我碰到杆子，但没掉嘞，没掉算。对，那我们先从蓝队开始啦。好，来蓝队，你们要不要讨论一下？教练线上，从头到尾都是丢鱼了。三队都轻松通过基础高度五十公分，接下来的七十公分，他们能顺利跳过吗？第一跳，预备。好，准备成。各位，你干脆站起来算了啦。跳高的吧。来哦，好。甜甜啊，搭配好，来红队挑战七十公分，第一跳，预备。哎呦，都是我们的，但是他们没有伪精神，所以我们也没用啦。各位，你要不要想一想？不能碰杆子啊！碰杆子，可以啊，你稳一点，你稳一点。我放开我扶着。好，杆子掉下来了。好，红队挑战七十公分，第二跳，预备。有了，来，阿强，阿强，你可以上来一点点，阿强上来一点点，阿强上来一点点，他整个头都会，阿强。不得了了，绿队呢富贵险中求，是小杰主跳，但是不要小看小杰哦，拉拉队，你也是拉拉队，但是你是拉拉队举人家的，你是上层的，绿队挑战七十公分第一跳，预备，加油啦，小杰，不是你要上去吗？对，小杰，快点出来了，站住。跳水好烂惨啦！够快 ，We are number one。练完口诀没有过去很窝囊哦。下，上，上，
二跳的机会。你可以尝试切他中路，挑战九十公分第二跳，预备。那我再来，好，他说好才好才。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看雨翔的表情，哎，我要带桥，哎，我要配个妈祖的音乐，可以吗？差不多了，可以喝。你往前一点点，好幸福。一二三，跳！跳！跳！蓝队过关，老实讲，红队压力很大，对不对？而且不是蓝红之争，也是两大女神。两大女神哦。OK， 厉害了，红队挑战九十公分，第一跳，预备。开始啊，抽到绿色，然后要跟三柱一对的时候，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子？但是我觉得刚刚那个游戏玩下来，我觉得其实也不错，因为我觉得大家是为了一个求胜的一个感觉，所以其实不管是跟谁一对，跟三柱一对还是怎么样，我觉得重点是那个过程。我觉得就是我们想太多，战略太复杂。反而是最简单的最重要，所以我们忽略了这个大原则了。那没关系，反正刚开始，希望大家可以表现得更好。我真的太开心，我们赢了！我觉得我们会赢，都是因为所有人的功劳，也感谢尾椎神有保佑。草球公主回来了，其他的。现场十六人，以抽球方式分四组，女生坐在男生肩膀、嘴咬管子，接力传乒乓，三分钟内球数多者获胜。山竹跟大凯抽到同一组，他们会成为黄队的老鼠屎吗？骑马传乒乓，来，两匹马，这两匹都是好马哦。哎呀，赤兔马，赤兔马，哎呀，这个什么马？汗血宝马。不要骑马，因为大家轻松一点嘛，聊聊天对啊。啊，你要记得哦，高度的问题哦。我知道，谢谢谢谢。OK OK。啊，你最近在忙什么？该走了。好，准备啦。知道我要犯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知道知道。他们像那矫正牙齿。牙齿。现在是谁在聊？骑马传乒乓，计时三分钟，预备。放了哦，放了哦，来哦，好，来哦，水晶灵，拿来，拿掉了，哎，人家呢？恭喜阿普阿普，当然阿普。在哪里呀？哦哦，快，快，按照这样来看，是吧？我跟你们要赶快换个边。要换边，哎呦哎呦，可以，冷静，可以，过头的，甜甜看得到吗？我看得到。
鱼眼，鱼眼用鱼眼。那甜甜的视野没办法看旁边，对，他不是马，也不是鱼。眼见你家杠杯了，没有他包就进去了，绝杀球哎！对啊，绝杀球啊！我跟你讲，当马人比较辛苦，当马人还要看他的这根杆到底有没有在上面，你知道吗？这鱼眼看不到这里吗？你眼睛没法看旁边，光拿鱼眼看不了旁边，看不到是在鼻子吗？哎，你两个在中角很爽，你们都下来聊，很开心的哈。好了，恭喜绿队得一分。韦德森，你看现在哦，从容不迫，哎呦 ，OK， 自信哦，自信满满，准备啦，计时三分钟，骑马穿乒乓，预备。哎呦呀，太快了，韦队。换红队就会了，好马也要好人骑啊！哎，来，黄队计时三分钟，预备。准备好听噪音哦！
预备备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惊醒了，惊醒了。哦，我兄弟踢得很好。哦，快快快快快！没有没有，有头部没有头部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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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前点，看前点。hold 住我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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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ld 住我。好稳哦，观众。hold 住我。前点，你鼻子卡住了，不出一点也出来。他的鼻子在固定。前点。好，快放快放快放。好，你选了，加油了。等下，你 hold 住 ，hold 住，裴姐 hold 住，裴姐 hold 住，好。哎，阿强有了，阿强有了，阿强。裴姐，他比较强。hold 住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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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ld 住。包在这里。好，开始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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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平手而已，平手就得分，统统有奖。看这个游戏，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这个游戏的冠军指标？要对好，裴姐，你头不要动，你要直的。哎呦呦！来来来来来，好哦，裴姐在上手，裴姐有教育课程。哎呦哎呦！裴姐，我教有差，你这样子好像，好像在花莲的海洋公园。大家一样啊！陈志轩，不要笑！师姐，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，哎哎，过来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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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宣道，要要要！来来来，全力求胜，全力求胜！30秒，快快快！全力求胜，全力求胜！裴姐，你停太久了啦！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好，停了！稍等，稍等，稍等。阿翔后面一点点，阿翔后面一点点。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3、7，慢慢后，小前后，后后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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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，来，在哪里吗？你在哪里？停在你们的这个老鼠屎没讲话，要讲话表现你们这个。我讲，我是全力 hold 住就好，因为我做的满分，我也不要跌倒啊，不像有的人那边说我好会游，就我碰了嘛，这样子掉了。好了，红队获胜。只有我们两个。对，阿强，谢谢熊姐。阿强获得勋章一枚，还有恭喜来啊，更多荣誉勋章一枚。OK， 进行下一关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对呀，哇，海绵球，哎呦，帅哥，来，男生一边，女生一边。哎，来，教练叫什么名字？乌龙绿乌教练，你好，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，对我们叫做弹帆技艺，对不对？弹帆船，弹帆船，对，弹帆船，哎，很难念的，哎，弹帆船，你念十次这样看，弹帆船，哎，厉害，那不容易念，你念看来。弹帆船，Air Gym 空气基因。那我们场内具有合格的教练，平日给我开设瘦身及儿童青少年基础课程，适合亲子同游、公司活动及青少年运动休闲。好，亲子同游。为什么会流汗啊？他压力大，对，所以亲子同游，那人均同游可以？可以。好，欢迎 Air Gym。多久可以练成这样？
我练了两年多了，两年多，那算有天分的，不得了啦。那现在你还愿意教我们吗？可以啊。好啦，上弹翻床前需学习基础弹跳姿势，在教练细心指导后，民模们都可以在弹翻床上闯关啦。第三关，气球蹦蹦乐，男女两两一组，分别挂着一颗气球，以翻滚方式压迫，最快压迫两颗气球的前三组各得一分。啊，那我们抽签的方式也非常有创意。对，来，女生先选好，男生再一个一个来抽。选新郎啊！来，选新。来，我看，我看。选新郎啊！你凭什么先？从小到大，什么你都先。好啦，就你先好了啦。我跟你讲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内心世界最想要得到谁？还是下一页。好的好的。玩游戏而已，你还想那么久？没有，他就是西西。他来。好，就希望你能够选到西西啦。好，来来抽一根，抽一根，来抽一根，抽一根的。哎，感觉到这一条应该是。这一条哈、哦。来，慢慢拿，慢慢拿，慢慢拿，看拿到谁。来。气球蹦蹦的，让人脸红心跳啦。你会不会抱太紧了？你抱你妈都没抱这么紧。I love you！ 太辛苦了。还有还有还有啊！士官长，我爱你。哇，好感人哦。慢慢拿，慢慢拿，慢慢拿，看拿到谁。来来，哎，谁的太紧了？谁的太紧了？太好了，过来呀！这个还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哎，这样我们一丑一帅这样子啊。啊，来来，志伟哦，一丑一帅，我们到。等一下，丑的是谁？我会记不太出来。来，我们先让帅的来，先让帅的来。好，慢慢拿。慢慢拿，慢慢拿。西西，哦，海龙，还有，哎，跟谁呢？又 my brother。好，来来，叶明，叶明，你选谁？你要向他告白，来，你要选告白。对，招又来了。告白，不同招。你要选谁？小杰吧，因为两次都跟他同队。好，那你，那个二十秒钟跟他讲告白一下。小杰，从我第一次认识你，就这样来。叶明 ，Action！ 小杰，从我第一次认识你以来，就很喜欢你。虽然刚刚扛的你有点重，但是我这一辈子还是会一直帮你扛下去。啊！太好了，来来来来来。而且我一选到姚蜜，珍珠啊，快珍珠告白一下啊！好，珍珠，珍珠应观众要求，来被告白了，站好，被告白了。还有西西呢，你来，来来镜头拍来来，来告白，爱的告白，叶明，我从第一次看到你，我就很喜欢你，请跟我交往，谢谢。哎。正选哦，被我讲中了吗？来接。来来。来，一人一半出来。别紧张。哎，谁啊？谁？小杰。怎么会？换人来啊！来，先看看阿强，阿强你抽到谁？陈启。谢谢。我不能输。干脆我们节目就改成那个婚友社，哎，好像蛮好玩的。每集都做那种，哎呀，对啊，我爱好你们俩都好。好啦，现在那个每个搭档都选好了，那等一下我们会绑上气球，就要进行我们的气球蹦蹦乐。好啦，陈景跟杨幂。那个前戏一下，好，要不要扶一下？前戏一下，没问题。你跟他说我爱你，然后你说我才不信呢，我爱你，你胡说，我爱你。我演了，完了，要演过戏哈 ，OK 的。来，陈景、姚蜜，
错，错过遇见你 ，Action！ 我爱你，不信，相信我，我爱你，你骗人！让我们爱的飞滚，我爱你！哎呦，哎呦，给我！我穿棉被车啊，啊，死人啊！酒驾都在港驾横啦！死人啊啦，要求我，哎，提你水来泼啦，压下去，用压，用压哦。好，他们橘队这一组谁是41秒38？41秒38来，外面请记录，41秒38。不过他们这段爱情真的是哦，太凄，惊天地泣鬼神，对啊，太凄美了，真的。凄美的爱情，预备。天天，我爱你。一定有别人，我更加小心。不，我跟你说，在爱情的世界，哇，好温情啊！不被爱的任何人才是小三。强田组的成绩，强田组是25秒76。好，来，来，结尾二人组预备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起？因为我们喜欢，我们不喜欢，跟着你来的。哎，很快嘞，老婆打破阿强的记录嘞，打破了吗？来，先看成绩，21秒55，21秒55，打破阿强的成绩。你的剧情非常的贴切，好，玉桥，你就恶狠的跟他说，我要跟你分手，哎呀，你不要不要，我只要跟你分手，然后你就很严肃哦，玉桥，如果你不能给我幸福，那请给我舒服，我爱你。乔猪二人组预备。乔猪，我跟你分手。分手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我跟你分手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如果你不能给我幸福，那我就要给你舒服。好了，朱乔祖的那个秒数是44.26，44.26。示范一段哦，英文弹琴说爱，你就先讲 My love, there only you in my life。啊，然后你就 Me too, Me too, I love you and I。加油啦！等一下，现在最高成绩都20几秒的，现在哈30秒以内都不算什么了，都会被淘汰。对呀，预备。I love you, you are the only one girl in my life. I love you. 太精纯了，还有还有还有啊！凯毅，凄美的爱情 ，Action！ 士官长，我爱你。我已经干，叫我。长官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了，一日陆战队，终身陆战队。顶下去啊！
凯，你要不断的喊士官长。士官长，你也爱我吗？哇，好感人哦！哎，我刚刚有一度感觉我的士官长他放弃18%，我刚刚有一度眼神完全放空，哎，19秒，19秒。OK， 好了，那下一组，预备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起？你已经有那个阿翔了，怎么可以？我要跟着你一辈子。不行不行，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，我只能跟你一下子。哎呦喂呀！出人命了啦！颁奖开始，哎，珍贵的一枚勋章，对不对？然后红队，哇，有分了，有分了，来来来，来有分了，恭喜，好，厉害了，进行下一关。哎，姐姐，下一关，我们要走，没有下一关，没有走，我跟你讲。真的啦，真的啦，萱姐哈，她在开路的时候，她还讲，一直按码表，好轻松哦。我讲什么听得到？大家想不想跟萱姐跟玉林哥示范赛？然后我就非常赞你的珠宝。萱姐，你开心。我告诉你哦，我告诉你哦，对，我入行以来跟她合作过这么多次，是她脸最臭的一次，所以她没跟过这样的男主角。他这辈子应该不会再给他第二次机会，你相信我，三号给你。哎，你敢扯呀？萱姐，而且你为什么要离他那么远呢？不是啊，你们现在轻轻的抱着嘛。萱姐，你男主角都跟红衣。本来哎，我为了你还特别去洗澡，你喜欢那个沐浴乳的味道吗？你男生还哪里有洗澡？好了，我向萱姐告白。萱姐，你是插座，我就是那插座。你是烧饼，我就是那油条，你是我夏天的冰淇淋，我要从头到脚把你讲一遍。这是什么姿势？哥，你刚才享受是香香的呀！不是，回到这里，这里是哪里？会这样，我老婆会生气。那还不错，31秒啦。哎，31秒哎，在范围水准之内。好了，至少此生不憾。这应该是你这辈子最爽的最后一次了。真的，对对对对。好了，好了，进行下一关。好的，这一关要进行的叫做弹跳躲避球。弹跳躲避球游戏规则：抽球决定男红两队，被球击中者淘汰，最先将对方全部淘汰者获胜。这一队谁队很重要哎，没错，全队都交给你两队。对啊，你们如果抽到的是，哎，对，哎，就可能就比较麻烦。机油，机油。那就来抽签啦！好，那就好，离一天离。哎，我一分都没有哎，不会让我得分吗？哎，怎么办？现在这个情势我真的很为难。现在没有分数的是李毅，然后郭甜甜，然后三竹我就不管他啦，因为我跟他没什么感情，然后被淘汰也不关我的事。可是现在是李毅跟郭甜甜呢，甜甜恶魔也跟我们了好几集，又他其实蛮乖的，但游戏不太会玩。那李毅是每一集都很拼很认真，但他目前没有分数，怎么办？李小一，你加油好吗？我希望你不要离开我，我们玄翼之争永远都会在的，加油！第一关跳水，志熙说他是拉拉校队的，绝对没有问题。然后志伟哥又跟强哥那么厉害，谁知道他出场，然后就没有分数。要不然我以为那一个我会拿到一分。然后第二关就是我的评分感应该也算蛮好。第三关的话，
其实我们二十几秒真的也算快，可是真的就是试试程度。我现在是目前是零分，可是我现在选到蓝队，蓝队有强哥，还蛮多强棒的，我希望可以得到一点分数，至少不要垫底嘛。会加油的。预备，好。我们俩好害怕。对呀、啊。哦，可怕了，吓死人。好了。好。好，快快快！快快快快快！好，要命 ，out！ 拦住，你不要逞强！地球不算，没有，他是先打到地上的。啊，滚地球，滚地球，大卫才进滚地球不算。哎呦，快快快！啊，又来又来了！哎，他在瞄准。哎呦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小心，杀手来了！哎呦，有吗？打到吗？原来红队的队员越来越少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动，丢过去。好紧张啊！哎呦！没有，没有。好，界外球，重新发球。香蕉球。哇！黄志伟开外挂，曾志熙好害怕。腥风血雨，志熙选好角落，必要的把自己缩起来，跟乌龟一样。Yeah!
弹到后面，甜甜二。暂停，腥风血雨，你们忍心？你们夫妻俩对付？我们忍心。恭喜！好，没办法，比赛就是比赛。恭喜！志熙，选好角落，必要都把自己缩起来，跟乌龟一样。比赛重新开始。志熙，这里，志熙，这里。好，前面站在最前面，不要打理，那么弱，哎呦，志熙球在这里，志熙，旋转，你们只是把志熙搞累就可以了，志熙，颁奖太感人了，好会，对呀，来三猪，恭喜你，第一，太强那边，太累，来颁奖，啊，开心，各位，这一枚最大的勋章要给志伟，好帅的啦，好啦，那恭喜红队获胜。所在地是这个台中潭子区，哎呦，这些东西该不要送给大家的吧？对，然后呢，我手上这个保养品呢，是葵博儿系列化妆水、日夜精华、乳液、面霜、修片霜，还有面膜。好精致。这一组呢，在今天赢的那一个，就是会获得我们这一组保养品。这么好的，不止获得呢，我们要送给观众朋友啊。综艺以及名模的 FB 上面去看怎么获得，太好了，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有福啦，就是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大奖给大家，马上要进行激烈的这个比赛啦，这个关卡呢叫做躲猫猫师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等一下我们一样会抽球，对，好，然后拆成三组，那其中会有一组呢会少一个人，一样从我跟萱姐当中呢再挑出一位。这次的躲猫猫不是踢罐子板哦，每个人都会有中音两个名字，当被鬼抓到时讲出关键字，我的名字是，被鬼猜中就算淘汰，累积最多分的队伍获胜哦。你希望璇姐，然后他们一直希望他们选到你，啊，因为他们是敌对，啊，所以你就看不起我嘛，把我水小。璇姐，璇哥，哎，笑什么？我们这个队还能再更烂吗？躲猫猫，你的名字是什么？预备，快躲！每个队员有中音两个名字可以选择，当被鬼抓到时，如果鬼没有成功猜对名字，就有三分钟逃跑的机会。躲猫猫开始，我是宇哲，躲在箱子里面。
躲在一个机动性高的位置，就是可以看见有没有人走进来。不要停啊！先走。啊，你先离我一点。啊，你要向我弄，哎，往过去。OK 哦。好 ，OK，OK 哦。这个位置，因为我要躲在这里30分钟。既然要当自由球员呢，就要注意着鬼的动态。给我一面，兄弟，我马上逃出去。Go go！ 爸爸，然后你帮我准备袋子。好，谢谢。他们都躲得差不多啦，而且各式各样的躲法哦，蛮厉害的哦。没在怕，你没在怕，我觉得你才要怕，你很少当鬼。人称鹰眼，就是我本人。怎么这么多绰号啊？躲猫猫开始，走！我现在抓的是蓝队跟绿队的人，泽伟跟陈景。很高，所以他们应该会躲在比较大面积的地方。哎呦，我开始有嗅到一点什么味道。只有那个发现这箱子，但是他觉得这箱子很小，不可能会躲人。决定投，就这一间最大，我觉得投到这一间非常难找。对对对，你刚来的时候我你是谁啊？阿姨，你怎么不认真工作？你在那边换裤子？不是，你是谁啊？蔡宇杰啊！我跟你讲，他们另外两个都在一二楼在找，在一二楼在找，所以你可以好好躲一下。他们两个在那边假装自然聊天，可是偏偏就是很不自然。这箱子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箱子，我们这个东西很多哎。那没关系，我还是看一下好不好？因为这个包的好像有点怪。你有时候东西太多了就比较容易。有温度。该不是老鼠吧？这什么东西？喂！陈宇翔。哎。我找到了。因为我看他表情就很不自然啊。你很不自然。我叫什么名字？许梅雪 ，I got it， 请揭晓。第一枚就抓到我，太感人了。那是沈玉玲的。我看到玉玲哥在抓人哦。哦。里面是一个工厂，进去找一下。各位，有人躲在这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因为有人偷笑了，感觉有人躲在这。蓝队的人，好紧张哦！你是要被蓝队的？对。这位小姐，不好意思，现在我在工作哎。抓到了！那我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以蔡小姐这么 gay bye 的人，她有可能选豆腐，但是我是逆向思考，她会觉得我可能会猜豆腐，所以正方形。呀！就躲在这了，哪一步走？我跟你讲，我们就在这边静静的待上30分钟。因为外面太危险了，四楼是仓库，这种地方没有冷气，我们应该待得久。出来让我抓吧！这个时候很安静，
始感觉到危机意识了，因为真的不好找，可以容下一个人箱子或是柜子也有可能。有人的话，我可能抱得起来吗？但是假设他躲在桶子里面，就要找到民国几年？哎，但不可能啊，桶子里面不会躲人啊。对啊，那打开的桶子应该就会躲人，太好的线索了。那搞不好这两个是。你是谁？我是德伟啊。德伟是谁？我不是。你是谁？我是红盾的。你是挖牙的呀？他是谁？他是他们公司的。阿燕，你是阿燕？对，我来看问题。哦，好厉害的，好拍子，好拍子，拍子，好 ，OK， 拍子，快点跑了。哇，他们唯一能躲的地方。他们的员工比较冷静一点，因为戴口罩都看不出他们的笑容。大家可以帮我，有人躲在这里吗？没有人回应我。你有看到布置上这些人吗？对吧？指认，真的啦，好不好？跟我讲，我等一下叫主任帮你加薪。不用谢谢。欸、我跟你讲，这里超难找，很难找，真的很难找。你找到了吗？找到一个而已。夏小杰是你抓的？对。我刚刚说这一个，对不起，我刚才这个我能不能都报警？工厂躲猫猫，把鬼耍得团团转啦！工作的地方太多了。哎，没有吧？坐在那边坐多久？为什么？第十帅出来的方法。哇，什么概念？那张照片什么时候拍的？拍着拍着拍着，我叫什么名字？酱油。今天的鬼怎么都这么笨？我刚才这个我们都报警。我刚才想说奇怪，我抱了起来，那不可能有啊！原来这里面是空的。请问，好，我的名字，李天龙。我看一下是不是，好可爱。要帮他们多拿几个箱子吗？啊，这小小的把它盖起来，可以吗？我为了这一分，我拼了，拼了。当然可以，我就是来拍照的啊。我本来啊，你们用你们，因为我的在录，所以你们用你们相机拍，用你们的拍。算了，我觉得放弃一楼，一楼太难，直接到二楼好了。哎呦！哎，你要跑去哪里啊，黄志伟？黄志伟，不要跑啦！那张照片什么时候拍的？去年哦，那好帅啊！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我看到这个照片，我有感觉帅爆了，你知道吗？
谢谢谢。白姐，你可以包容我这种行为吧？一眼的照片不行。请问你，我叫什么名字？酱油，酱油，请揭晓。Always Coca-Cola。哎，不巧，这里这么空旷，有怎么可能呢？小静，你有看到上面这些人吗？怎么可能？每个人都说没有。他在楼下看到了。哎，楼下看到有躲在这里吧？坐在这里，有躲在这里吧？有啊，把面具撕下来。开笑。这面具可以躲啊躲啊。怎么可能？这个蛮大的哦。这柜子啊，这柜子，这柜子都举不下。是吗？柜子都举不下哦。对啊。这不好躲啊。慢慢的东西，他心里不好气。他说：“我去别地方，去别地方躲一下。”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！进来，进来。没有。不知道会不会像刚刚抓错那个阿姨一样，因为她鬼鬼祟祟。通常有两个人在工作这个登记，通常这种工作一个人做其实就 OK 了，而两个人做，那通常站在外面这个人呢，一定是他们的工作人员；站在里面那个人呢，就有机遇，有机会。他马上换位置，那我现在觉得是应该是外面的这个人应该是有机会。如果他们在换位置的话，应该就是外面这个人，外面这个人应该就是。其中一个队员，敌对的，坚持不换。大哥，你打在哪里？我是谁？我叫什么名字？你的名字叫窦鸡眼。啊呀！我也是第一个吧，帅哥。你是我的第一个。你是不容易耶，因为。虽然没有到很大，但是就是觉得真的能躲的地方还蛮多的。哎，抓到一个，各位有没有看到照片中这些人？有的话讲一下哦。公司没那么漂亮。那本人跟照片都不像啊。哎，没有啊。我在干嘛？为什么有你？为什么？哎。为什么会没有我？那我要抓你啊！对啊，你要抓我啊！你竟然自己过来！哎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喂，金狗，冰狗，好，我抓你！我在那边坐多久？你坐在那？糟糕，整个那个鬼都坐在。所以我的名字是江佑，又一个傻逼！哈哈哈哈哈哈！Yes。为什么？请问你，我的名字是？按照他的个性，他一定会换。因为他不喜欢一直都是一样的事情，所以我大胆的猜你就是。林可乐，可乐，对，你越问就代表你就是林可乐，可乐。到底是不是林可乐呢？啊，对呀，那你就是林可乐。你怎么这么废话？对，因为你的个性就是这样啊。吴三姐，我看到你了。哇，要抓！哎，我不行了，不能跑了，不能跑了。啊！我看到。来，我叫什么名字？高三清。一、二、三、呀！啊！吴三清被抓到了。
脚又麻掉了，我很想哭，嘿嘿，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就只能找有可能装人的箱子或桶子。这个箱子没有锁，全部里面箱子就只有这个没有锁。我们看看里面会不会变出什么小白兔之类的。一、二、三，啊！啊，怎么办？很热吧？里面？我快闷死了。快闷死了！我叫什么名字？白开水。不是。你要给我看。我叫鸡鸡羊。继续追羊耶！那我要赶快逃离现场。我现在命中率好低哦。现在你在一个超级安全。同样，我决定从三楼开始找。哎，电梯在哪里？哎，来来来，谢谢谢谢，哇，你好热心哦。你要三楼。四楼，这样子哦。所以最顶楼叫四楼嘛，哈。对，三楼。好，对。这电梯怎么？说话呀！啊？说话呀！啊？你以为刚说头乌龟？你以为永不见天日？啊？大凯。杨涛之偶尔脱素。我叫什么名字？脱素，让吓到对不对？来，请揭晓。大家好，我是破，我是破。那就算了，就这样吧。那我就躲在这。这有人吗？奇怪，在哪里？出来了啦！看到你了啦！出来了啦！看到你了啦！看到你了，我刚看到你了。我叫什么名字 ？What's my name？ 你叫？我觉得要读英文好了。Man you。亲爱的魔粉。Hello。我叫维新爪，都给你维新爪，西瓜。你要什么？都猜不中。我帮你配，你帮我好热。林哥，怎么了？我老实跟你讲，你觉得这边像不像可以躲一个人的地方？是很像啊，可是如果你们空一个洞在这里，因为我刚才你在这边得忧郁症，所以我就觉得你躲在电梯里。哎，为什么人家一直笑？啊！饶命！哦。你刚有看到我做的陷阱吗？我跟你讲，你好狗命！我本来是讲到这个推下去，我推下去你就被夹死了。你有看我很聪明做一个陷阱吗？那个哪有聪明？那个地方刚刚大凯躲过啊。哎，你躲在这边，你怎么把我躲在这里啊？我还蛮对啊，最近有减肥成功。哎呀，哇 ！What's my name？ 好，鳗鱼，就是你本人啦。我跟你讲，我英文无好啦。拜拜！我三分钟以后会再回来找你。加油！对。现在这地方应该安全吧？来！喂，扫地吧！这三分钟过去了啊！啊，又要 PK 了啊！
我跟你讲，这个你刚刚是 Robert Call 嘛？我不会看你的眼睛，然后让你自己猜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以吴思锦的个性，他应该不会换。我叫什么名字？ Robert Call。确定？不要说我没有，我对学长不好，好不好？我再问你一次，我叫什么名字？不要说我对学长不好。我觉得就是 Robert Call。确定？确定？再问这次，我叫什么名字？ Robert Call。不好意思，他穿一个迷你裙，怎么只给我看？我不好意思。是赵大律师。我觉得这里一定有人。怎么可能在这啊？嗨 ，baby， 你太难找哎！啦，我刚刚在找你，好挤哦。那女生我都抓的差不多了。再讲一下名字。好，就鸡鸡眼。再见，好生气哦！恐怖箱，我摸到有温度的东西。问你那边有养宠物吗？狗狗啊，叫什么名字？来福，来福，跟鞋子不知道。好，你不要躲出来，曾志熙。曾美丽跟什么速成汤？我叫什么名字？你叫速成汤。我叫一二三。Yes。好，张宇，怎么样？你抓到了。我跟你讲。这些人都不可信，你干嘛问他说这边有没有人？有，他说没有啊。问了800遍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叫他们的。那他躲在哪里？我告诉你，这柜子有办法躲那么？有人在家吗？有人会习惯性格说没有人在家，这样我没有，没有啊。你就是大大跟 Jason 啊，这两个名字，这两个名字嘛，对不对？那人呢，选择名字的时候会反映自己的个性，跟反映现在自己的一个想法。所以我猜呢，你现在想要湿大大，而且智商你也湿大大的。我刚刚故意让分就是要呼应这个事情。那我开喽。啊，我不知道我是什么，因为我是盲选的。哦，好，我就是盲选。好，那给镜头看哦。一二三，请揭晓，湿大大。
吹一下电风扇吗？你房间不热吗？你为什么要开灯啊？我刮啊！三叔，刚刚已经饶过你一命了，应该说你逃过一命，不是我饶你。不是快结束了吗？还是我看也快结束了。可恶！早知道我，哎，你是因为灯看到我的吗？早知道我就不开灯了。啊！好了，压线，压线，我现在就是压秒，看能不能抓到三猪。我叫什么名字？你叫？哎，你这一次选一次机会哦，不能说哎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弟弟说哎，是不是装可爱？不能这样子哦，只有一次，请做出选择。这个压秒。神告诉这个哈，弟弟的恭喜你答错了，我是，哎，装可爱 ，still 装可爱，救咪，哎，逃过两劫，真舒服，啊，好，刚刚好过啦，要不要揭晓成绩呀？哎，我从你开始，我觉得你今天蛮厉害的。我得到四分。然后你们队没有人复活吗？都死光了。好，所以你就四分。四分 ，OK。然后嘞，我们有一个强人，纯真的是几分？两分，一分，然后再抓了两分。所以三分，我看我这次真的是绿色。哎，你这次怎么弱？而且他错牌写在脸上，你看扯的啦。哎呀，好，所以红队得到几分？两分，再加一个属火的三分。刚刚我两次猜我名字都猜错。啊，没办法，你今天的那个仪容，你装什么可爱？你两次都装可爱，我都猜到底了。好，四分三分，好，啊，目前绿队暂时领先，来蓝队，来，抓三位，然后有两个叶明也厉害，我眼前从头到尾没有被人发现，只有被我发现而已。没有，我跟他还擦身而过嘞，跟他还擦身而过，那你没抓啦？他多想存活。好啦，朵妈妈恭喜蓝队获胜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人一枚勋章，两个甜甜开壶了，大凯不得了啦！开心啦！不，先别气嘞，好，因为我们最后还是有一关加分的，还是有机会哦，可以逆转胜的。OK， 好啦，进行下一关 ，Go！ 最后的加分机会就看这一关了。只有一个人真的要特别警惕啦，阿强，我真的是不愿意失去你，对不对？如果下个礼拜没有看到你，那我还是一样会来。所以我希望你们这一关要加油啊！对啊，怎么我带队？奇怪，怎么讲这种话？你笑啊！你笑，你不笑啊？他敷面膜怎么笑啦？你笑，你笑。好啦，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大家都敷着面膜？都变得非常可爱。哎，一般来讲哈，敷面膜来讲都会行脸会怪怪的，但有人敷了面膜反而更帅，像这个有没有？是不是更帅？遮住了全部的脸。对，像这个是不是更帅？那就不用了。好啦，这一关呢？这一关非常简单啊，就是呢，啊，从那边他跑到这个点那个黄线对不对？然后用力一甩，把面膜甩出去。我要跟大家讲一下，为什么今天敷的面膜，回佛儿的那个全系列面膜组，基础保湿、高度保湿、紧致修护美白。哇！掌声鼓励鼓励。好啦，关键时刻要来了。因为一个一个比会搞很久，好，所以我们把女生分成两个、三个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再来统计最后谁是前三名。好，高票的先开始哈。OK， 来高票先开始，来给你们十秒钟挤眉弄眼的时间哈。好，来预备，来挤眉弄眼，十秒钟开始。哦，哎呦。甩了！哎，能甩你的算吗？
来。你敲的。好，目前来讲是雨乔暂时领先，但是因为后面还有四个人啊，所以一切还是未定的。好，来，再排出两位喽，啊，李毅跟小杰来啊，选择张，对，这两个都要加油啦。来，十秒钟挤眉弄眼开始。其实当时就蛮精彩的啦。台湾是 play again， 对，哎，好可怕哦。哎，蔡小姐在吃面膜啦。好不好吃？好，时间到，预备。不要越线。踩线哦。甩。我们有鹰眼哈，小杰、宇飞，然后小杰，哎，剩下两位请就位。其实最精彩的是挤眉弄眼，好，挤眉弄眼，十秒钟，预备，开始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好甜甜，哎，自信一定痛啊，不行，有点汗，鼻涕都喷出来。面膜甩甩的，预备，要踩线，走，哎，哎，哎，是好大，有人对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当得了水精灵，当不了面膜精灵。好了，好，那个女子组的前三名，陈雨乔，第二名蔡雨杰，第三名。蓝队大凯跟哲伟就位啦，好，挤眉弄眼，十秒钟 ，Go！ 来来来，哦哦哦，哎呦哎呦，哦哦，你本来就丑了，还搞更丑。你多演，大凯你不要连这个也废呀。三位已经就位了，就位，亮点在山猪身上，看他挤眉弄眼的样子哈。好，来挤眉弄眼，十秒钟 ，Go！ 哦哦哦哦哦！哎呦哎，刺猬刺猬！哎山哎山猪好像藏獒哦。好笑。藏獒。山猪变脸了，山猪变脸了。好，时间到，面膜甩甩。要感谢，帅！哎呦，叶萍好远，好远，好远！哦，从学校真的是不可以。哦，目前叶萍大凯是 OK 的哦，这边看起来是这个三出，对，不过必须得说，对，甩完以后皮肤很好，骨溜呢，真的。你再弄看看会不会骨溜？真的嘞，三叔你会吗？真的有这么骨溜吗？哇！浮夸！阿炯现在压力非常的沉重。挤眉弄眼十秒钟 ，Go！ 哦哦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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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哎！你不生气，
要这个淘汰一位啊，暂时离开了，暂时离开。那现在陷入一个很困难的抉择，因为有同登同分的状况存在。当然了，我们先分别站出来，到比较好，那先决定女生比较容易，因为就两个人而已。我们这边好难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而且每个人都逼哇他抽用。这样好了啦，站在前面，然后你要的拉着啦，不要。要我拉回去。好啦，女生组，我决定淘汰的是。啊！不要啊！是不是因为？淘汰的是郭浅浅。你怎么把甜甜弄走了？好狠哦！我们爱你，走吧，你快点推开啊！下次再来。刚刚在门口的时候，我不是跟你讲了吗？来实验室上班是不错。我还以为你要讲什么安慰的话，补一刀。你正在人家伤口撒盐呢。我以为要找你聊人生呢。你开心更宽，对不对？郑智熙呢？我觉得他呢，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他常常就觉得很用。很用力，可是不一定会得到。可是起码他很用力，很认真。对啦，说真的，而且他是我水中精灵。对，而且他每一关哦，你问他要不要玩，或者是敢不敢玩，他没让他们讲。好啦，甜甜不好意思，甜甜不好意思哈啊。远行中，永远留着我的笑容，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。云哥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次不能讲风凉话、啊。不是，因为你兄弟我不能淘汰，因为你们前次是住在同一个猪圈的嘛。云哥，我今天也没干什么。哎，这样子，还是不要问我。我讲，一二三四，哎，我们不要给他们看到，我们啊，一起比出来，看他淘汰第几个，好不好？一二三四，这轮不到我们了，不要水，把我们吓死了。我讲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不要。啊，算了，我回家。很难决定啊，选一个啦，好吧，啊，我是很严肃的心情。你不要站在我后面讲啊！你刚不是站在后面就淘汰？你别忘记我们刚刚要转圈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阿强，我就很为难，因为我很希望有一集是只有志熙在，你不在的时候。开始了。现在那个第一集哈，已经就这样子啊，大势已定。后面还有二集、三集，别忘了，我们在最后的一集的时候会选出哈那个男女各一名冠军，每一名可以获得10万元奖金。OK。每周五晚上10点，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，名模新人物。